为了加强宣导道路交通安全正确的观念，港嘅交通事故，该县政府响应交通部嘅交通安全月，日前伫汕头高速举办交通安全月宣导，呼吁驾驶人拢会当落实车辆慢看停，行人安全行。我们将车辆右转，然后前行。刚刚车辆走弯的时候，把我们的三角锥推倒了，然后把我们的气球压破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车辆在走弯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不要跟在它的旁边，也不要在它的前后左右，总之我们要远离大型车。活动由该区监理所来说明内轮差、大型车的视野死角，以及其他用路人应该注意安全事项，也安排汕头国小的小朋友来演出强化对交通安全的熟悉。是大型车的一个视野死角，那视野死角呢，存在驾驶人的前后以及左右两侧。那另外呢，在行驶的时候，会有因为车体结构、车身大所造成的气流，会造成车头两侧会有推力，以及在车身两侧会有吸力。那另外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内轮差，它是在车辆转弯内侧前轮以及后轮所造成行驶轨迹的一个距离差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一定要远离大型车，确保我们的用路安全。另外，对即马开始到九月底举办网络的有奖征答，民众依照指示来回答，就有机会得到交通运输节目等奖品。希望大家做伙来响应道安的政策。记者黄美佳，关昌报道。